油炸的紫米面包，干乎乎，一层紫米一层奶酪，哎哇，好热，哇，真香，都酥脆了，全油。紫米都炸香了，19块钱发15个紫米面包，香酥脆枣19.9发60包，它这个每一小包不少于3个啊，3个4个5个都有可能，但不少于3个，姐妹们，哎呀，特别脆，嘎嘣嘎嘣，可香了。尤其女孩子一定要多吃枣。
它这个已经机器去糊了，没有糊啊，可以放心的吃。嗯，